台商回流，桃园市的工业用地需求增多，华雅科技园区也想要扩大，所以桃园市政府想要在附近的农地办区段征收。其中一笔9.5公顷的农地，地主想要自办重划，不过依法农地并不能纳入，所以才引发疑似行贿官员强行闯关。这次郑文灿卷入的土地弊案，任内市府因办理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东侧农业区一带大约49.68公顷土地办理都市计划区段征收，旁边另有一笔9.5公顷的农地，地主组成重划会申请自办，疑似就是这样找上前客协助行贿变更用地。几个月前，这前客已被检方收押。十几年前，从 A 7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些人想要纳入自办的话，对于地主跟周边的话，一般来讲是条件会比政府来得好。自办当然因为想要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地方人士透露，农地一坪约10到12万，工业用地约3到40万，9.5公顷共2800多坪，每坪价差大约25万来算，改成工业用地，土地价差大约71亿8000多万。林口特定区这边原本的规划，你要开发好像要10公顷才可以开发，所以地主只要有你有比较大块的，他们就会开始想办法先整并。或许就是因为利益太庞大，花个几千万行贿想拼看看，只是勉强过了地方这关，到中央内政部就卡关。据了解，就是因为地形高低，依法就是不能盖，填平工程大也容易出状况。那过去在担任市长任内，就有非常多地方的传言说他跟很多的土地开发案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恐怕这整个案子又会被搁置、被冷静，连带影响周边的建设进度。郑文灿到底有没有收贿帮忙瞧土地变更？没瞧成，反而被盯上，只能等检调给出正确答案。第二新闻，许昭义专员台北采访。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